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我叫孔云龙。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。哎呦，终于到我了，我的搭档。哎，他叫李云杰。好，今天我站到喜剧人的这个舞台上，心里面特别的开心。嗯，因为这个舞台能够实现我的愿望。您的愿望？在这个舞台上我能够证明我自己的身份。嗯，我不是神秘的黑衣男子了。我有自己的名字。哦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。嗯，我叫孔云龙。我是德云社的德云三哥。好。哎呀，这个骄傲可以证明一下自己。嗯，不过你今天来是干什么来的？为了火。火？为了让更多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知道我。嗯，德云三哥。嗯，孔云龙。三哥，三哥您该吃药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您的药不能再停了，当饭吃，知道吗？啊，不是哥哥我不怕你好啊。嗯，因为我是最了解他了。您呢火不了，而且不好火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前面火的人太多了。你听咱们德云社这么多火角，对不对？咱不提这小月月，对吧？你不了解。我怎么不了解？你了解岳云鹏还是我了解岳云鹏？我们两个人是在炸酱面馆一块出来的。岳云鹏现在行了。嗯，现在确实这承认人家火了。火呀。岳云鹏火了之后他现在吃早点。嗯，人家吃早点怎么了？吃早点正常啊，营养早餐。哦，讲究营养搭配。有钱了吗？都有什么呀？草莓蘸牙膏。草莓蘸牙膏。香蕉就大蒜。呵，汽水摊鸡蛋，牛奶煮挂面。哎呀，榴莲榨汁。嗯，多兑开水。破。哎呀，吃完这不毒死啊？我就恶狠狠的我就看着他。不是您，您看他干什么呀？因为我是德云三哥。哦，德云三哥。哎，对了，对，他得管你叫三哥。那可不。你别说岳云鹏了，还，嗯，还有火的呢。有。对啊，还有啊。啊，孟鹤堂。哎，小妹儿啊。嗯，孟鹤堂现在行了。现在呢？啪嗒，动就啪嗒。哎呦，就这模样儿，逮谁盘谁呀。啊？盘于谦老师那个脑袋啊。盘于老师那脑袋能盘呐？你看看盘的啊，于老师那脑袋都跟土豆长芽似的呢都。那都是孟鹤堂盘出来的，那都是。哎呀，孟鹤堂，我在边上我就看着他。您看啊，恶狠狠地看着他。您这是嫉妒这是。我是德云三哥。啊，对，他得管你叫三哥。对了，这倒是应该。我来比他早啊。不光孟鹤堂。嗯，大家都知道还有谁呀？还有谁呀？张鹤伦。哦，张鹤伦。张鹤伦进德云社的时候是三进三出。怎么个三进三出啊？第一次嗯来应聘德云社。嗯嗯啊，问他你会什么呀？问问他，他说他会唱二人转。对，没要他。他第二次嗯又来应聘。哦，又来了。你都会什么呀？还得问问呀。他说他会唱二人转。二人转还是没要他。哎呀，第三次他来德云社应聘又来了，问他会什么。嗯，我不会唱二人转。哦，收下他。这就收下了。德云社这才接纳了他。这都是我看到的。您还看着的。在我生活当中成长经历过程当中，嗯，有一个最重要的人。最重要的？对了。谁呀？郭麒麟。哎呦嚯，郭麒麟。我就在边上恶狠狠的我就看着他。嗯，还看呢？我就看着他。你看郭麒麟干什么？又贪火呀。火呀。嗯，可是你火不了啊。你来这么多年你火得了吗？我要知道能火我还看他们干嘛呀。疯了，小伙想疯了。来这么多年了他们都买房买车了。哎呀，爹，我怎么能火呀？快给他弄走，可了不得了。哎呦呦呦，后边有没有帮忙的？帮我把他扯回来。哎，啊，快快快快，来人呐，快弄走。哎呦呦呦，这怎么了？这是让您见笑，让您见笑。你这师傅还没死呢。嗨，这什么玩意儿？
不是你先站好了，你说你上那儿一哭，你说多天损，大过年的啊！人家伙人都买大房子大车，你这这，人家都有钱，哎、我活不了啊！你看看，我活不了。哎呦，行了，哎呀，这怎么了这是？哎，兄弟，你不知道，他呀也来这么多年了，你也知道，都火了，就他不火。你现在你看看他这自卑成这样了，你看怎么办？我帮你们出个主意、啊。你给出个主意，怎么着？嗯，哎，想火很简单。现在来说啊、嗯、得有自己的特点。他呢，他有自己的特色呀。他有特点吗？当然有特点，三哥的事迹谁不知道，好多绝症。绝症绝技啊。您等会儿吧，他说你有绝症你有吗？他这是讽刺你啊，我得为你拔壮啊。啊，他说的对，这么肯定啊。我有绝症啊。呦呦呦，这是疯了，这是。我有三大绝症。那咱听着，头一个绝症撞不死。二一个蹦不死。三一个摔不死。摔不死。你不知道三哥的包袱吗？我不知道。三哥真的骑着摩托车撞了夏利，然后自己一点事儿没有，夏利都报废了。那过年放炮，人正常人放炮就正常放，他是把从这儿直接全崩开了。真的一点事儿没有。现在在舞台上这些都没用，你得拿点现在观众喜欢的东西，你得用实力来让观众欣赏你啊。有实力？哎，他有什么实力啊？三哥口齿清楚啊。哦，这算一个，对不对？德云社来说贯口啊，人家背的最好。哦，大段的贯口特别的长，德云社人送外号什么？灌肠。灌肠。我是不是跟蒜汁关系不错呀？哎，还得蘸点醋。说话特别长，灌口，灌口肯定没问题呀。来，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尾，烧花鸭，烧雄鸡，烧子鹅，有红丸的、白丸的、南煎丸的、四喜丸的、酸丸的、新疆丸的、鱼脯丸的、疙瘩丸的、豆腐丸的、板鸭、筒子鸡。好，这也太厉害了，这是真功夫。兄弟，怎么样？你说口齿干净清楚，干净利索。你说罐背的这么好，怎么就不火呢？你快快来拉住他，拉住兄弟！哎呦，这不是，我太难受了，其实我着急呀，真的替你着急。你好，我也好啊。哎呦，这怎么办？这是一个特点，你得知道观众想听什么。观众想听什么？现在人观众想听的是唱，想听唱不要紧，他这唱啊有三大特点。什么特点啊？高音上不去，低音下不来，中音呢找不着。他唱不了啊，但是我能跳啊。这你能跳？我能跳啊。是跳摩托还是跳夏利啊？夏利像话吗？跳什么呀？跳你、啊、看着吧，咱们瞧着看看。 Music 我啊，原来你天上飞，老人我在草原眺望北京，侧耳倾听是母亲的声。感觉他这不像跳舞，他这像哑语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三哥，你这跳这么好，肯定能火。他要火不了怎么办呢？啊？我火不了怎么办？我要火不了啊，我就撒泼打滚儿了。我为什么火不了啊？我行了行了，怎么火不了？咱俩拉场了。喜剧人他不让我。